感谢主，在今天下午，我和提拉弟兄将一同带领弟兄姊妹进入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在这之前的十一章，我们看见了什么呢？在约翰第一章，我们看见生命与建造的引言；在第二章，我们看见生命的原则与生命的目的。生命的原则就是变死亡为生命。 生命的目的就是建造神的殿或神的家，然后继续在第三章至第十一章，我们会看见生命就是这一位基督应付人各种情况的需要。当我们来到第十二章，就是我们今天下午要讲到的这一章，我们就会看见，其实基督不只是来满足我们的需要而已。 但生命就是这未来应付我们需要的基督，乃是为着他自己的定旨。正如在第二章中所描述的，不只有生命的原则，主将陷入死亡的情形变为生命。但主这样做，更是要达到他的目标。这里的目标，在第二章中乃是建造神的家。 就是教会做基督的身体。如果照着十二章来看，我们就会看见相呼应的内容。在第十二章的开头，说到主耶稣与马大、玛利亚、拉萨路在博大尼一同吃筵席。事实上，博大尼的盐宴之家就是教会生活的小影。 阿门。再说的清楚一点，主耶稣应付人各种情况的需要，是从第三章至第十一章。那么这些事的结果是什么？这些事的结果就是教会生活，或在炎宴之家的地位上产生教会。阿门。在那之后，在这一章的十二节之后。 就启示给我们看见，当这个生命产生出了召会，需要怎么做，召会才能够繁增呢？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在十二章将说到两件事，就是我主要要分享的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在第十二章中启示给我们，召会召会生活是如何借着我们享受基督。 作为生命应付我们一切需要的结果而产生的。其次就是，如果我们需要已经产生的召会有所繁增，我们需要如何经历主？这两件事都与我们泰国众召会的十年计划有关。我们需要在十年之内，在泰国建立一百处的地方召会，并且我们需要在各地。 弟兄姊妹的人数都有繁增，达到最终全国的五千人。在这世上，约翰第十二章对于我们是非常必要的。我们一起详细的进入约翰第十二章。阿 man 在约翰第十二章，首先我已经告诉过弟兄姊妹们了，在这里描述了主耶稣来到了伯大尼。 其实这是主要去耶路撒冷定十字架的前六日，尽管剩余的时间不多，但主没有选择留在耶路撒冷，主留在博大尼。博大尼有什么含义呢？为什么是博大尼而不是耶路撒冷呢？正如所说过的，因着十二章。 博大尼的盐炎,炎之家是教会生活的小影，所以这些细节说明，教会生活不是在耶路撒冷，而要在博大尼。这里我说到的乃是属灵含义，在属灵里面，耶路撒冷预表什么呢？耶路撒冷在那时乃是宗教的中心，教会不是在宗教中，真正的教会是在。 博大尼，博大尼在正面表示在宗教之外的地方。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若要有教会生活，我们就需要从宗教出来，不要落在宗教里面，包括基督教。第二点，博大尼是怎样的地方？刚刚第一个说到是在耶路撒冷所预表的宗教之外的地方。 那么第二点，伯大尼是主耶稣使拉萨路复活的地方。在第十一章，我们看见拉萨路复活，其实发生这事的地方就是伯大尼。所以，教会需要在哪里？在我们经历基督复活的地方。如果说在教会生活中，我们没有经历复活的生命，每一个人都活在自己天然的生命里。 那样就没有照会了，或者说那样的生活并不是神所要的真正的照会生活。阿门。如果我们要有照会生活，我们要在博大尼这复活的地方。第三点，这个地方也是筵宴之地。其实这件事相当的特别。 如果看名字伯大尼，这个名字意为困苦之家。如果从外面的人的眼光来看教会，他们也许会觉得这些人不应该会有喜乐，休息日也不去玩，还要聚会。比如现在弟兄姊妹就坐着聚会，当别人去到哪里玩的时候，或者说为什么越爱主的弟兄姊妹越要受苦呢？ 这是外面人的眼光，但当我们来到教会生活，我们就会说哈利路亚，阿门。这里是盐盐之家，在这张启示，这里是主耶稣一同有份筵席的地方，尤其是与复活的拉萨路、玛利亚、马大一起。所以，这是这地的第三个含义，博大尼。 然后最后一点，阿门。如果我们去读马可福音十四章三节，我们会看见，在那里记载的不只是伯大尼，还记载了主在伯大尼的哪个家里。马可福音十四章三节说，耶稣在伯大尼患麻风的西门家里。 阿门，所以这是启示出那个教会是由从由从前患麻风的罪人向神背叛的人所组成。但是哈利路亚，当我们得着了医治，我们就成为了神的教会。所以，尤其是博大尼的名字给我们看见，在教会里要有这四面：一、教会不在宗教中，不在耶路撒冷；二、 教会也是复活的地方，在教会中的人都要有对复活的经历，不在我们天然的生命里。三伯大尼的名字虽是表示困苦之家，但那是外面的人的眼光。当我们在教会生活中，我们就会说这是盐宴之家，是我们与基督一同享受延禧的地方。然后最后一点。 其实办筵席的地方是患麻风的西蒙家，他从主得了洁净。这也同样是我们的情形。这里我们要继续来看。除此之外，在第十二章的前十一节所描述的事件，呼应教会生活的每一点。阿门。写了些什么呢？ 首先，第十二章接着第十一章，在十一章我们看见拉萨路的复活，所以这件事还是教会生活是从复活的生命产生的。如果没有十一章，就没有第十二章；如果没有复活，就没有教会生活。阿门。接下来的点，我们看见在这个炎炎之家。 尽管是患麻风的西门家，但在约翰福音，我们看见没有记载西门的名字，只有三个名字是谁呢？一马大，二玛利亚，三拉萨路。圣经为何记载这三人的名字呢？一马大做了什么？在第二节中，马大正在服侍，这是很特别的，在第十一章。 我们看见，当主耶稣要来使拉萨路复活时，这个马大有许多的意见。马大的这些意见十分拦阻复活的能力。但在第十二章圣经记载，马大只是在服侍，没有再说到了他的意见。我相信这里有意义，还是说马大对复活的生命有了经历，不再在天然的生命里。 没有许多的意见了，只有没有意见的服侍。弟兄姊妹，在教会生活中，我们也需要有服侍，我们也需要去除我们的意见。如果说在教会中没有哪位圣徒愿意服侍，教会就不能继续往前。所以在教会生活中，需要有马大来服侍。除此之外，还有拉萨路，在第二节说到拉萨路。 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并且在十一节说到，因为有好些犹太人为拉萨路的缘故离去，并信入了耶稣。这意思是说，因着拉萨路复活，他复活的见证吸引了许多人进入教会生活。这就是教会生活应有的情形。 在一面，拉萨路是享受基督的人。在第二节，他同耶稣坐席，然后借着他同耶稣坐席享受基督，他就越能够见证复活。阿明，他复活的生命乃是从主得的，然后借着他这样见证自己复活，就能吸引许多人进入教会生活。这是第二样功用。 教会除了第一样服饰的功用，还需要第二样功用，就是借着享受基督而有的复活生命来见证。除此之外，在教会生活中还需要有玛利亚。玛利亚做了什么？在约翰福音十二章记载，他抓住机会，拿着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他的脚。阿门。 当人进入了教会生活，他们需要看见我们在这三面的功用；他们需要看见弟兄姊妹们在教会生活中都没有意见的火热服侍主，都借着享受基督做研习，而为复活生命做见证，并且。 他能能看见这些弟兄姊妹都是爱主的人，愿意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倾倒在主身上。阿门，感谢主。事实上，这三个人不是在教会中某一位圣徒的情形，意思是说，在教会中不是有一位圣徒是拉萨路，另一位是玛利亚，另有一位是马大。做拉萨路的那一位，不需要是马大，也不需要是玛利亚，不是那样的。 照着这实行的启示，我们看见，事实上，我们每一位都需要由马大、拉萨路与玛利亚的公用。我们每一位的名字都应当是马大、玛利亚与拉萨路。阿门。 我们每一位都需要服侍，我们每一位都需要见证复活，不是借着我们自己，乃是借着真实的对这位做生命的基督有经历，并且我们需要见证说，我们是疯狂爱主的人。如果我们这样，那么感谢主，人们就会对教会生活有在宗教中没有的正确印象。接下来，尽管有这样正确的成分。 妍妍之家是教会生活的小影，但在第十二章的四节和五节，仍然说到了犹大。当犹大看见玛利亚用香膏抹耶稣的脚，犹大就说：“为什么浪费这香膏？为什么不卖三百银币分给穷人？” 事实上，圣经里说，犹大说这话不是因为他顾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是个爱钱财的人。尽管一面教会有好的见证，有做复活见证的弟兄姊妹，有服侍主的弟兄姊妹，有爱主的弟兄姊妹，但也仍有污点，像犹大这样的人。弟兄姊妹们，在这事上，我们需要得到提醒。 今天，当我们进入了教会生活，不要想说教会生活是理想之地，没有什么消极，仍然有污点。那污点是从什么产生的呢？是产生自爱钱财。无论什么代替我们爱神，我们爱神之外的事物，尤其是爱钱财，我们就会成为教会生活中的污点。弟兄姊妹们，真正的教会生活不是说。 我们希望神祝福我们更加富有，要小心我们那样想。相反的，我们才能够有真实的教会生活，充满了神的同在，充满了在十二章中所描述的情形。不然，我们就会成为教会要除去的污点。接下来的点，照着这一章所描述的正确的教会，仍然被宗教逼迫。在第十节这里说到。 当博大尼有极好的情形时，但祭司长商议，连拉萨路也要杀了。当我们享受基督做筵席时，当我们见证主的复活时，弟兄姊妹们觉得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会为我们开心吗？不，不要那样盼望。圣经启示，那些人仍然想杀了我们，杀了复活的拉萨路。 哦，主耶稣！所以，当我们遇见来自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来的逼迫时，不用惊讶。在约翰十二章，清楚的启示出教会生活的小影，仍然有从宗教来的逼迫。但最后一个点，尽管我们在这样的逼迫之下，借着我们对复活的见证，不是见证我们外面的劳苦。 乃是凭我们的所事，我们乃是被主从死中复活的人。哈利路亚！这能吸引许多人来信主。正确的教会仍然能够借着我们有着复活的生命，会有许多人来信主。这是第一件事，我们看见教会需要被建立起来，借着我们经历复活的生命。 能够应付我们一切的需要。然后，当教会建立起来了，我们不在宗教里。尽管有外面的人不理解我们，但我们若在教会生活中，我们就会享受基督做筵席。我们会服侍主，会为主做见证，会成为疯狂爱主的人。阿门。感谢主。接下来，这张所启示的事，我会讲一点。等一下，提拉弟兄会来加强补充。 从十二节之后到三十六节，我们会看见教会繁增的路。那时记载的事情是，主耶稣进到耶路撒冷，骑着驴驹进来，正如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然后在耶路撒冷的群众就喊着说：“和撒那！”把衣服铺在路上来欢迎主。 这是那些不是门徒，乃是看见主让拉萨路复活的人，他们为主做见证，所以就有许多人想见主耶稣，然后来欢迎主耶稣，尊荣他，甚至不是犹太人的西利尼人，那时跋涉来到耶路撒冷，也去找主耶稣门徒之一的菲利，求他说。 他们是西里尼人，他们想要见耶稣。菲律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菲利去告诉耶稣，有这样的事发生。如果照着人的眼光，那应该是主耶稣用来扩增门徒人数的黄金机会。当菲利和安德烈来告诉主，在二十三节，主对这两个门徒回答。 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如果我们是菲利和安德烈，我们可能会理解成有这些人来欢迎主，甚至是外邦人也来找主，这就是荣耀。但不是，在二十四节主说：“主将如何得荣耀呢？”二十四节主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 人就是一利，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在这节启示给我们教会繁增的路，教会不是在被群众欢迎的时候繁增，或在每一个人都赞美和尊重教会的时候，不是。主耶稣不是用这样的机会来使他自己繁增。 主说：“他的繁增只有一条路。主作为一粒麦子，让这一粒麦子繁增的路，不是把它放在架子上，让人来祭祀，那样一粒麦子就仍只是一粒。但是，当我们把这一粒麦子埋在土里，它就会腐烂，然后壳就会破裂。” 那麦子里的生命，就是意味着隐藏在主人性之下的荣耀就会释放出来，那时生命就能够繁增。弟兄姊妹们，主还继续说，在二十五节，爱惜自己魂生命的就丧失魂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魂生命的就要保守魂生命归入永远的生命。二十六节，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 我在那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成为服侍主的人，我们要在十年计划中有份。如果这样，我们要知道主在哪里，我们也就在那里。那么主在哪里呢？主作为一粒麦子，主不在架子上，主被埋在地里腐烂了，这样才会有繁增。弟兄姊妹们，这事情。 在今天的十年计划中，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不是借着外面的活动来使教会繁增。尽管我们有行动，需要出去传福音，有些地方有儿童有爱宴，安排了儿童活动，请父母一同来参加。但弟兄姊妹们，仅仅只有外面的这些活动，不能带进真正的繁增。 真正的繁增发生在有卖力愿意落在地里，经过死，然后才能在复活里的时候。阿 man 我个人的经历，我记得当我出来服侍主的时候，我很清楚的记得，在台湾有许多属灵的丰富，在美国有许多属灵的丰富，我暗暗想。 当我在台湾训练了之后，我想继续在美国训练，那里有大的丰富，然后借着那些丰富，我能够更多有份于服侍。但是，当我有机会与一位弟兄交通，在家客厅里的交通，那天叫我得着了许多的帮助。他听说我想继续训练，想得着更多的丰富。 弟兄告诉我说，泰国所需要的、众教会所需要的，还不是在知识方面有丰富的人，但我们需要愿意落在地里的人，腐烂发芽，结更多的果子。阿门。今天也是如此，泰国有更多的扩增至五千人，要有一百处的地方教会。 弟兄姊妹们，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愿意经历基督做生命的弟兄姊妹，他能够经过死与复活，只有这样，哈利路亚，生命才能够繁增。尼托生弟兄一直走在这条路上，如果尼弟兄接受、选择接受受欢迎、得人和宗教的荣耀。 那时就会有许多人接受他，欢迎他。但是我们的弟兄愿意落在地里，愿意忠心于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意向。所以，我们没有被接受。相反的路，我们所走的路更是一条窄路，更是一条需要经过死的路。但感谢主，时间证明了，那时有许多弟兄姊妹退出了这条窄路。 选了那条受人欢迎和得荣耀的路，今天他们去哪里了也不知道，甚至都没有再听见他们的名字。但是从死与复活所产生的这份执事，到今天都仍然存在。哦，主耶稣，感谢主，愿主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看见这异象，使我们能走这同一条路，能够带进教会生活的繁增。 最后，其实还有许多点，提拉弟兄会来和我们分享。我再来分享一节，就是三十五节。在约翰福音中有许多处的经节与这节相似。在三十五节，耶稣就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胜过你们。”阿门。我摸着这里说。 当我们有光，我们需要照着我们有的光行走。如果不照着我们所有的光行走，不照着我们所得的意象与启示来行走，结果就是黑暗胜过我们。只有我们不仅得着了光，并且照着这光行走，哈利路亚，黑暗就不能胜过我们。感谢主，我们得着了建造教会的路的启示，教会繁增的路的启示。 这就是我们今天有的光，我们需要照着这光行走。哈利路亚，黑暗就不能胜过我们。但如果我们看见了这一些，但我们不照着这意向行走，哦，主耶稣，愿主真的怜悯我们，叫我们生活在光中，清楚知道我们所走的路不落在黑暗中。赞美主。阿门。感谢赞美主。 我要继续分享，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约翰福音十二章说到生命的结果与繁增，那有两个部分。第一是生命的结果，燕燕之家，伯大尼之家，这样我们看到照会生活的小影。那后一个就是。 后一部分说到赵会的繁增，赵会怎能繁增呢？就是借着死与复活。感谢主，弟兄已经分享过，我要补充一些。第一部分说到生命的结果是夜宴之家，就在伯大尼之家。那这个之家。 就是一个非常甜美的图画，有一个罪人打开家，然后有宴宴宴席啊、呃，有马大，还有拉萨路，啊、呃，一同一同呃宴席，然后有玛利亚将，呃香膏膏了耶稣。 这一幅图画给我们看到了照会生活的小影，就是我们的照会生活该是怎样的。在注一，一节的注一，说出教会的光景，总共总共有十个点。第一点，教会是由复活的生命所产生。拉萨路在十二章。 在之前就十一章说到拉萨路的复活，他的复活结果呢就是召会，所以召会是出于生命的结果啊，复活的结果。第二，由蒙洁净的罪人所组成。之前我读这一章，啊，我就觉得是在拉萨路之家。 在，如果我们去看马可福音十四章，所以到底是谁的家呢？是西西门唤麻风的家，他打开家做燕燕之家。所以赵会是由蒙洁净的罪人所组成。之前我们是死在过犯罪之中，但是主救赎了我们，将我们可以。 成为一个相主，打开啊艳艳之家，所以我们打开家，弟兄姊妹啊，这是很正常的事。我们在照会生活中，每一位都要打开家。然后第三点，外面是困苦的博大尼，博大尼的意思就是困苦之家，就是博大尼之家就是困苦之家，照会生活。 在外面来看呢，就是没有什么，没有物质的富裕。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到有里面的看见，里面是在主的同在中与主同业我们是否是召会，就在于我们是否有主的同在，不在于外面的。 美丽啊，壮观！我们我们看赵会生，呃，我们可能有一些外面的装扮，但是重要的，我们作为是否是赵会，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有有没有主的同在弟兄姊妹，我们每一次的聚会，我们都需要主的同在，外面的人。 他们看我们，他们不理解为什么照会生活要有很多的聚会。有的人说，每一次啊，每一周聚一次就好了。为什么我们要每一天有聚会呢？因为我们有主的同在，我们在这里，主也在这里。我们不仅享受主的话，我们也享受主的同在，这是很重要的。 第一那、这个地点，所以我想鼓励弟兄姊妹们，我们不仅有主日的聚会，我们还要有其他的聚会。我们召会中的每一个聚会都要，我们要进来，我们的小牌，我们的追求，我们的祷告，这很重要。为什么重要呢？因为那个聚会中。 我们有主的同在，这是最有意义的。第五点，姊妹比弟兄多，这是正常的事情。呃，姊妹们很有活力，弟兄也有活力。第五、六点各有不同的功用，这里给我们看见。 有三个人：马大、拉萨路、玛利亚。马大是服饰的代表，拉萨路做见证，他不用做什么，他只要在那里一同用餐，享受享受他的复活的生命。然后第三个玛利亚。 就是做爱主的见证，他用真纳达香膏是至贵的，然后高了主，这彰显了他的爱。他是主耶稣是最宝贵的、最宝贝的，所以这弟兄姊妹，这幅图画我们都很清楚啊，都很清晰了。玛利亚。 啊，马大做，呃，服饰，玛利亚，爱主拉萨路做见证，感谢主弟兄姊妹。我想交通说有很多的人看到了约翰十一章之后，我们就定罪马大，因为他有很多的意见，但是他是服侍主的人。 他没有，然后他们又没有来听主的话，他还定罪玛利亚。弟兄姊妹，我们来到第十二章，若是没有，若是没有马大，没有这些物啊、呃，这些服饰，这个宴宴是不可能产，不可能有的，很多的人也不可能有享受的。所以，我们照会生活的第一件事，很重要的就是，就是服饰。 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生活里，我们每一位都要有功用，没有一位是可以站在那里不做工的。我们作为基督身体上的肢体都要有功用，我们要有活力，要服侍。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轻忽我们的服侍，这是很重要的。服侍还不重要，还不够，我们。 还需要像拉萨路一样，要做主见证复活的见证。我们服饰中，我们也可以享受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最好的传福音，还不只是说我们传福音，还是做复活的见证，做享受主的见证。然后别人来到我们的聚会中。 来到教会生活里，若是我们没有这样的见证，教会生活就不能有扩增。愿主愿主使我们不仅做马大服饰，我们还可以做马拉萨路，做复活的见证，享受生命的大能，享受主的同在，做复活的见证。然后第三个人就是。 我们还要做玛利亚，玛利亚，爱主。他看到主的宝贵，他很。我们在教会生活里，我们看哪一个是首要的呢？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顺序。我们要将主耶稣作为第一个，做首位。 我们要享受主爱主，最上好的爱，将我们最宝贝的来奉献给主。我们的教会生活有很多的地方，教会都可以做这样的见证。有的人，他们他有很多知识，他也很有地位，但是他爱主，他愿意将那一切的东西都放下来服侍主。为什么他服侍主呢？ 因为他爱主，所以这是这是上好的见证，啊、呃、新乡的见证。玛利亚是爱主，这是它的特点，很重要的。教会生活，呃，是有马大有玛利亚和拉萨路。那第七点。 被虚假的人所玷污，犹大，他，呃，可以称为是假信徒。他来到教会生活里，看外面来说，他爱主，他好像很在意穷人，但实际上他是一个爱钱财的人，他。 是个贼，就从钱囊里拿出钱来，藏取其中所存的。他也卖了耶稣。所以我们在教会生活中，我们不要成为一个爱钱财的人。钱就是马门，就是神的仇敌。所以弟兄跟我们讲，我们如何能不爱钱财呢？我们的钱财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所以我们要将我们的心钱财奉献。 我们越奉献，我们又越爱教会，我们就不会爱钱财。感谢赞美主，愿我们有这样的实行。我们要奉献。第八点，就是有受宗教的逼迫，不仅逼迫，还逼迫爱主的人；不仅逼迫主，还逼迫爱主的人。第六点，第六节。 第十一节，有好些犹太人为拉萨路的缘故离去，并信入了耶稣。第九点是试验并护路人，第十是带进许多信徒。弟兄姊妹，我们的教会生活是。 最好的一个环境能暴露人，那些祭司长啊、呃、法利赛人，他们就被暴露。然后马大服侍主，玛利亚爱主，拉萨路，拉萨路做主的见证，复活的见证。啊、呃，当然还有犹大，他是，呃，虚假的人。所以在。 教会生活中有很多种的人，弟兄姊妹，我们要选择我们要成为哪一种的人？我们像马大、玛利亚和拉萨路一样，在教会生活中有功用。很多人都想做拉萨路，但弟兄姊妹，我们要做哪一种呢？我们要做马大、玛利亚和马拉萨路这三种三个人，我们都要这样。 李丽兄说，在生命读经里，有人问他说：“我们做哪一种的人？有的人，很多人选择做拉萨路，做复活的见证，弟兄姊妹，玛利亚。呃，李丽兄说，你要做马大、玛利亚和拉萨路。我们要要有，要成在教会生活中进公用。” 这是一幅图画，叫我们看到赵慧生活的小影。那还有后半部分呢？说到赵慧如何能繁增？赵慧的繁增，就是借着生命的死与复活。有些人接受了主，听说耶稣将到耶路撒冷，有的人。 就喊着是和和塞那在主名里来的以色列王是当受送赞的。那个时候，可以讲是到有很多的人来高举耶稣，要称他为以色列王，但耶稣没有接受。耶稣有这样的态度。 给我们看见说，教会的繁增不是这属世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哪一个地方都好，嗯、呃，我那地方接受我们，有很多的啊、呃，很接纳我们，那可能不是一个繁增的路。 呃，有的地方拒绝我们，反对我们，像主耶稣一样，主耶稣没有选择，呃人接受他的地方，他去到哪地方，都是有很多的反对。当主耶稣来到耶路撒冷，有很多人接受他。若、就是照着我们天然的想法，我们觉得说，主耶稣被高举。 就要得着荣耀了，结果到了二十三节，说耶稣回答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照着我们天然的观念，得荣耀就是耶稣被高举，耶稣做了以色列的王。但是主耶稣回答说：“二十四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弟兄姊妹，得荣耀的路，二十三节的得荣耀的路就是二十四节，落在地里死了，落在地里死了。主这样的死，就是指明他的。 定死与复活，所以叫他得荣耀。得荣耀就是死，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当然他是人子，他在地上生活、行动，彰显神，彰显神的荣耀。但是彰显这荣耀呢，也是被局限在。 这肉体里面，所以要使他完全的得荣耀，他就需要经过一个过程，就是死与复活的过程。在这复活里，有基督教中只看到消极的一面，就是救赎，但是还有另一另一面，就是积极的一面。 消极的一面是救赎完成了救赎，那消呃积极的一面呢？就是他的外壳被破碎，好叫他神圣的生命可以彰显出来。感、啊、谢,谢赞美主，接着将这神圣的生命分赐出来，进到信徒们的里面，就使得我们这些信徒成为许多的子弟 可以彰显他，他的荣耀就要得到彰显。所以弟兄姊妹，在教会中繁增的路，不是很多的呃，这个不是这些在于这些荣耀的活动，而是在于生命的永永流，生命的流出。主耶稣没有选择那个。 宽路啊、呃，那个有很多人称赞他的路，他走十字架的路，成为一粒麦子，这麦子呢，得以得产生许多的籽粒，就是要借着他的死，他的人性的外壳被破碎。 神圣的生命会释放出来，这使他得了荣耀。所以弟兄姊妹，赵慧生活、赵慧得以扩扩增繁增，我们就需要就要成为一粒麦子，是落在地里死了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到了一地，为了传福音，在过赵会生活。 我们要去死，我们要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要接受十字架的破碎，然后才有复活的生命出来。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确定的原则。主耶稣走这样的一条路，是我们的榜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是同样的原则。我们要使照会得到扩增，得到繁增，我们要走。 十字架的路，走、so, 每一天，我们都要接受十字架的致死，接受它的破碎，然后才能使教会得到繁增。不是外面的活动和行动，而是在于生命的流出。所以主耶稣对我们讲说，二十五节，爱惜自己活生命的就丧失活生命。 在这世上，恨恶自己活生命的，就要保守活生命归入永远的生命。弟兄姊妹，教会的繁增，就是在于我们要接受生命的，呃，死与复活。若没有死，就没有复活。 若没有复活，就没有生命的繁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来到一个地方，我们去传福音，我们过召会生活。第一件事的，我们要接受十字架，接受死，接受十字架的破碎。当我们愿意被破碎，成为这个麦麦子落在地里死了。 在那里被埋葬了，我们要被葬在那里，所以我们来到一个地方，我们要被，我们要失，啊、呃、失丧失我们的魂生命，接受十字架，然后致死，我们外面的人，我们天然的人被破碎，所以我们要丧失魂生命。 所以使得召会为什么不扩增？就是我们接受十字架不够。当十字架在我们身上行动，呃，那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命就在别人身上运行。那丧失要丧失，我们要爱惜自己活生命的就丧失活生命。我们要恨恶自己的活生命，就归入永远的，要保守活生命，进入永远的生命。 丧失魂生命，就是丧失我们魂里的享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召会的扩增的这条路上，我们要接受十字架，因愿意死，愿意跟随主，做我们的榜样，丧失我们的魂生命，好叫召会产生得以繁增。 感谢赞美主，所以这样的生活不是外面的行动，而是生命的涌出。所以愿主祝福我们，我们的召会生活像博大尼之家。我们要有公用，我们要有服饰，我们要做主复活的见证，享受享受他的生命。 我们还要将我们的爱奉献给神，像玛利亚一样。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扩增，还要繁增，教会要得以繁增。要走十字架的路，接受十字架的对付，是丧失魂生命。感谢赞美主，愿神愿神祝福他的话得着我们每一位。感谢赞美主。